来讲这边的八八水章，真正的经营，我直接讲，因为叫做龙眼，我敢公开讲，我敢负责。八月初七，八月初八，迄当阵的美国气象局伫卫星顶面看到台湾，惊一跳的，迄个云啊！比普通的五倍的高啦，范围啊，比普通的台风啊五倍长，五倍宽。美国马上就判断讲啊，害啦，你台湾一摆会死啦。所以迄当阵，美国国防部就甲马英九讲，你要小心应付这一次的台风哦。马英九八月初七，还佫咧食喜宴啊，佫位头坐到尾。八月初八，刘兆玄，唔知倒位啊，佫去捏头毛啦。薛湘川，伊讲这是父亲节呢，我去请阮父亲去食，韩鸡饭呢，韩鸡梅呢。不可以啊，即马甲看起来吼，大家拢有代志啦。我你讲的毋是，这毋是重点啦。来，啊恁两个吼，稍等下再讲，啊无啦，无都无闹讲好啊。因为八月初八，八月初到迄一天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都已经甲美国、甲台湾讲。伊讲你这边这个风这样大，迄个波这样大吼，你一定害啊，一定会有大水灾。但是我美国愿意动用，你听好清楚，我讲的也是原先的迄个话哦。我要动用太平洋的资源替台湾救灾。八月初九，但是八月初九的暗时，中国透过因的国共平台。甲国安局讲，甲讲，我们也愿意所有的物资，包括直升机，无限制供应台湾救灾。八月初九的暗时，苏奇国安局的局长，摕着伊下骹的人，送互伊公文，讲中国要支援台湾啦，伊甲批准。但是当天，美国马上国家马英九的政府讲，袂使接受中国的空军入来台湾。你台湾是我美国的海岸领土。初一，伊外交部发布讲，两边拢都拒绝啦。我两边拢不爱，我不爱不接受外援啊！过几两天，美国随甲表态，你要接受也好，你无要接受也好，我的军队免入来台湾。所以十三迄一天，清泉岗啊，陆迄个海军啊，陆战队先到台湾。当时伫加迄个台南的机场啊，有派两个人来。伫八月十五甲十六，伊个 C119啊，入来台湾送武器。中国有来无？当然嘛，袂使来。伊太不要来，美国太不要来。所以吼，你为这个代志，刷入去 CNN 啊，对台湾做民调，讲。马英九这个人啊，是不是爱落台？你想看卖？全世界有对一个国家的媒体，会当替别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做民调，讲伊爱落台，敢有？有啊无？无。恁敢捌看的？唔啦。唔捌嘛？是安怎美国替我对咱台湾做这个民调？82%讲落台。啊，刷哩媒体安怎讲？哦，美国干涉内政啊，迄读个歹啊！
不读册嘛，我干涉内政，一到干涉内政，那有内政，那是伊家己的代志啊。台湾的代志是伊的，是照做一条规定。他跟我讲，旧金山条例第四条。啊，你知道？了解。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楚，大家无去研究嘛，无去读嘛。啊，这无研究、无去读的原因，是因为过去五六十年内底。中国国民党无要让台湾人去读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是台湾今日最痛苦的所在。台湾人的本性非常的好，拢会当去原谅人，所以台湾人有一个本性。今日的代志，明仔载袂记哩。上面一挂小东西啊，好，我下当讲感谢回报了。